左侧脚底啊，蹬痛啊，也就是说脚底上这半上凹的地方有蹬痛啊，蹬痛啊，那个病人啊，还在拉核电厂啊，往高空的肺上拉啊，他站的位置当然要比肺的还高啊，这样才好拉。像他肺的在他肚子这个高度啊，他拉绳子啊，拉绳子的时候，左脚在前，一会儿前伸，一会儿后仰，一会儿前伸，一会儿后仰，一会儿前伸，一会儿后仰。前伸的时候就脚底痛，后仰的时候再放缓一下，前伸后仰，前伸后仰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在乙核电厂啊，它还在进行当中啊，病情还在进行当中。好的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